谢谢法兰克的猪猪牛。好好好，开场，午安。谢谢你做的猪猪牛。差不多。今天十点的时候有醒来过一次，然后十二点又继续睡。谢谢十一的说说你。什么事情让你说没有？单纯就是起床上个厕所就行了，因为我洗了脸，洗了脸就行了。谢谢小鸡蹦蹦，台风天，对啊，台风天在家里，以为饿醒，是不太会饿醒。谢谢陈冠伟的守护许愿瓶，谢谢北人的带你去流浪。哼，这样真好，我能练习取消两次。午安。今天好像比较紧，真的吗？因为我今天忘记充我的平板，所以用平常的放的方法，它没有办法充电，所以我今天就用别的东西架住。谢谢卡里说的啾啾你哦，用其他的东西架住它才可以充电。你看现在在充，谢。拜拜。那一样是平板，对，是平板没有错。好，其他领域是怎样的造型啊？你说那个吗 ？Rumor。他一个小时出一张。谢谢什么包包？是不是刚起床声音很低耶？好期待。L 型充电线没有耶，就是普通的平板附的充电线。应该会是零一吗？没想到要等到天荒地老才会是我。谢谢七月的守护许愿瓶。没太想，对，可以啊。直播中应该是不会，声音沙哑了，没有沙哑了，就单纯早上的时候没有，还没有开嗓，还没启动的声音。就是很难啊，很难啊，说话正面是哑虫啊。没事了，大家就期待一下，大家就期待一下，不管结果是什么你们都得接受。喉咙还没醒，喉咙有时候有什么时候是下午的时候会醒，这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期待的好吗？
看你们现在要猜怎么样，怎么猜都可以啊。反正等出来了就是出来了嘛。放心来，大家去我什么？对啊，放心来，大家，我们有哪一次就是大家没有失望的？大家不要忘记了，谢谢法兰森的戳戳你。不管如何，还是期待 MV， 期待 MV。我们的唯一希望。冬天吗？冬天，冬天跳 room 不知道哎，可能会那个缺氧，太冷没办法呼吸，没办法吸气。老板最近一直有宅急便打电话给我，可是我不记得我有干嘛，我有干嘛吗？我有干嘛吗？我没有买东西啊。他一直打电话给我，妈妈买的就打用他的电话就好了，用我的电话干嘛？没忘记啊，我真的不记得我有买什么东西啊。神奇东西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快递，他说他是快递，请和我联络。他一直打电话给我，他从为什么十一月的时候他也有打电话给我？会不会太久以前？诈骗信息，不知道哎。寒冬中穿着短袖一起，已经很久没有就是冷到了。这愿望可以实现了，什么愿望？礼拜三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处女座，是吗？祝你生日快乐！卖家卫星，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买什么东西。穿短袖冷。你看到吗？淋雨跳舞，觉得那个雨不够大，那个雨不够大，要再大一点吗？看隔天都请病假，大家身体有这么弱吗？我还是夏天好一点吧，嫌雨太小，雨真的蛮小的、啊。那个什么灯节跟那个桃园阳光剧场，那个都是毛毛雨啊。那你就撑伞当时间，不用撑伞了，你穿雨衣就好了。你撑伞伞，说不定也遮不到你的人呢、啊。说不定你的人比伞还大，但很冷。大家冷有你们心冷吗？重点不是风吗？是冷。阳光剧场那温度就先不要，大家可以穿羽绒外套。不要再叫我跟你联络了，快递。没有你就不冷，没有心冷。看到成员很嗨，在成员出来之前心很冷。
果是真的快递，他应该很头痛。不过有可能讲，可是是真的吧？不然他干嘛一直传讯息给我？他在前天的时候下午5:30的时候说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传说你好，我是快递，请与我联络。他传了两次，然后今天4:00刚刚他就又打电话来，然后说你好，我是快递，请与我联络。哎，不会真的有订东西？我真的没有订东西啊。有传单号，没有传单货号啊？什么叫做传单号？没有那种东西，没有那种东西。11月的快递后来真的是快递，我不知道啊。这11月16号的3:00，他有传给我。你好，我是快递，请与我联络。用名字怎么可能？谢谢缺钱缺到吐的中秋会员票。寄东西都会有单号，可是我去查过这个电话号码，好像真的是宅急便欸，是吗？还是是假的？假的宅急便？请跟我联络。但应该不会是假的，我传给我妈，请她自己打。我不知道，我不想要跟她讲电话。她也要付钱的话，高几率是假的，因为你说没订东西，可能快递是粉丝。唯一有一个我在想会不会是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我明明就是我给的电话是我妈的电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如果真的是那个东西的话，那可能是就是那边弄错了。如果是粉丝寄送的，那得搬家，可能用货到付款骗钱。我那个没有，那个是有东西要寄回去宜兰，所以请姐姐帮我寄，然后我就给了她那个我妈的名字，然后地址，然后她的电话号码。最近有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给的是我妈的电话号码，这样吗？对啊，我现在传给我妈，就请你，我说这是啥？这是啥？你可以处理一下吗？如果有收到没买东西的取货付款，可能是诈骗包裹给你。你说我没有买东西，但他要你付钱是吗？是我寄快递打电话给我，就是他可能收件人填到我的电话吗？我不知道啊。我领的不能帮你退货，我妈说诈骗的吧？没有人要相信他，那我就不相信他了。不要相信他。我先问一下，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要记得每次。感觉很少会收宅配，我买东西基本上99%我都是用
货到付款。除了那种可能找真的找日本代购那种要先付费的那个才会是宅配，但是我真的不太会用宅配，因为我很怕我不在家。直接封锁吧。超难的货到付款，还要领钱。可是我就很怕我付钱，就他寄来是什么东东啊？寄来是不是我要的东西？对，他寄的就是你哦。我怕我付钱，然后他没有寄来。就好哟。确实，一个蓝色彩虹。没出货就很衰欸，还要退货、退款。而且退款还会在虾皮，他就会给你那个虾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很困扰。可以给我钱吗？嗯。来看一下大家的，他的 Q 问题，他的问题基本上五一半都是重复的问题，就是以前问过的。谢谢魔法棒，老问题了吗？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大概一样的，已经问蛮多，已经挖不出秘密了。真的，大家对我没有什么问想问的问题，有一半应该有七成都是没有看直播的人，可能大家都没有看直播。我回答了，他们也没有发现。看直播人口不多。我问题的你都跳过。可以问我最近有没有喜欢的东西？没有啦，开玩笑。他都会问我一些我很难回答，我会很敷衍。在看直播的想问直接问。就是我觉得大家的问题都好认真，我不想要回答认真的问题。有没有比较好回答的？想听听看敷衍的回答。复制贴上，多认真哦，可能也没有很认真。我就觉得很难回答。觉得当偶像最有挑战的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最有挑战。谢谢戳戳你，谢谢戳戳你。
是几岁开始喜欢跳舞？开始跳的时候就喜欢跳舞，还没开始跳就没有喜欢跳。这很官腔发言的感觉。喜欢的时候就喜欢。六单练习舞蹈时有什么想法？腿很酸，脚很酸，肚子很酸，全身很酸。喜欢吃什么？喜欢吃的肉是牛肉，喜欢吃的菜是高丽菜，喜欢吃的水果是水蜜桃。最方便的食物是水饺，很棒。喜欢喝的东西是水以外的东西。我最近喜欢喝杏仁茶，推荐给大家。喜欢早上练舞还是晚上练舞？喜欢晚上练舞，因为早上会有太阳，我不喜欢有太阳的时候要出门，推荐晚上练舞。快四周年了，有什么想挑战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怎么维持自己的身材？其实如果吃很多的时候，隔天就不要吃饭。如果你觉得好像最近胖了，你就稍微运动一下，然后请在旁边放一台体重机，想到的时候就量一下。好きなお寿司の種類は何ですか？マグロです。普通のマグロ。大トロは嫌いです。鲑鱼，鲑鱼，鲑鱼跟生エビ，生的虾，生的虾，剥好的，很棒。甜虾还好，我要生的，要生的虾。赤身，そう，没有阿布拉的部分。鲑鱼呢？讨厌鲑鱼。吃虾，那个很大只的那个虾，然后可能加一点柠檬或是盐巴会很好吃。不当偶像的话会想做什么？家里蹲，蹲在家里，每天蹲在家里，最废的那个。公寓很棒，我不喜欢公寓，对。家里蹲不是这样。家里的他问我想做什么，他没有说是做什么职业啊，他只是问我想要做什么，我只是想要躺在家里不行，就是想要躺在家里。你好，可爱，有机会来嘉义表演吗？当然有机会去哪里表演都可以啊，可以欢迎找 AKB48TV， 就是那个官网直接 email 过去，谢谢。有经常例行性的护发吗？如果你说的是洗发精跟护润发乳以外的护发的话，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就是只有洗发精跟润发乳，不太用护发，因为很麻烦，还要再多一个工程，有润发乳就好。
基本上没有染头发，应该不会糟到哪里去，所以还好还好。如果糟掉，你就剪掉。感觉林一跳舞好好看，想知道林一平时排练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动作做出来的样子。他说感觉好，平时排练的时候不会，不会特别做出来，而且我排练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是不会特别注意动作做出来。想到什么做什么，除非就是这个舞蹈比较难的话，我可能会特别就是练一下怎么跳比较好看。但是基本上如果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可能饼干呢、TTP Festival 这种闪亮的星，我就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手指干裂脱皮，想问有没有推荐的护手霜。我的话呢，因为我是个对就是会有手汗的人，不太会有手指干裂脱皮的问题。但有时候因为常洗手喷酒精的话，手就会比较干，干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护手霜的话，我是个人是蛮推荐拿护唇膏出来涂。你就拿护唇膏那种，我现在是没有护唇膏，就是护唇膏打开然后就在涂在你觉得特别干的地方，就涂在旁边，它尽量是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的护唇膏，对，然后呢，涂在旁边。认真认真啊，我认真会拿护唇膏出来涂，因为我如果没有带护手霜的话，但是护唇膏你绝对不会这样拿来，如果你是手掌干裂的话，请不要拿护唇膏这样，这样很奇怪，所以我通常是这种。指甲边边很干的时候会用护唇，其他地方你还是用护手霜会比较好，就是这边用护手霜会比较好，因为这个范围比较大，如果只是这种一点点的干干的就可以用护唇。护手霜我没有推荐的，就是基本上我喜欢的味道就用，不然我就是直接拿乳液，因为我就觉得乳液跟护手霜是差不多的东西。下一题，护手霜当然你有钱你就买越贵的，通常就是蛮有用。乌沙的时候头发怎么都不会乱，看影片从头到尾都超整齐的刘海。刘海吗？刘海这件事情要看日子，因为有时候就是不太，就是他不太听话的时候，他还是有不太听话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是看那一天我有没有弄好。如果有弄好，他就会维持很久，反正是固定。其实我那个固定发胶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是你就喷薄薄的，然后用吹风机吹，外面会很硬。如果你要外面很硬的话，你就用吹风机吹，会很硬。如果你想要它不动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喷在梳子的角角，然后这样伸进去，然后靠着外面的地方，然后这样。伸进去，然后往外抹，就是把它里面定住这样子。对，如果呢那种你是空气刘海的话，空气刘海如果你不是这种有分边的，就是没有办法从这边进去的话，就是先喷这里，喷上面，然后喷中间，然后喷这里，就这样喷这里。然后其实喷的时候绝对你喷了就不要再动你的刘海，就是
请不要梳开它，不管你是空气刘海还是铁刘海，就是请不要去梳开它，因为梳开它它就是没有粘住，它就是会分开，要它要粘住，所以你一梳开了它就是会分开，请不要梳开。在你喷之前，先决定好，要下好理所，喷之前要先下好理所。日本に来て活動してくれたりしませんか？日本に行きたいです。仕事あったらレイジおすすめしてください。うん。行きたいです。はい。もう今日本語下手すぎ、下手すぎ、喋れない。Unity 瓦豆的是什么问题 ？Unity， 你说我们的 Unity 的设计吗？还是那个 Unity？Unity， 妈妈妈，妈妈妈，まだまだ何もしていません。你说的是 Unity 还是那个 Unity？ 最近喜欢去哪里玩？在家里玩，在家里玩，很不错。他都不去。这些没看直播，看我看了也回答吗？当然是不会啊。请问零一目前有遇过最大的挫折吗？是如何去克服的？我想一下哦，最大的挫折吗？最大的挫折吗？最大的挫折，最大的挫折，有这种问，有这种问题，没有。最大的挫折是什么？最大的挫折没有挫折。什么叫做挫折？大家，什么叫挫折？可以告诉我一下什么叫挫折？什么事情叫做挫折？怎么样才可以归类在挫折里？错位骨折。挫折，挫折。怎么样算挫折？想做一件事做不好，想做一件事做不好，没人能力而产生后悔的挫折吗？英文学不起来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看不懂英文的时候，是我的挫折。挫折是学不起来英文，看不到隔壁台的时候。哈古斯德哈古，这也解释对吧？这是我的挫折了，听起来好像没有很难过，因
我完全是放弃状态。问偶像方面的挫折吗？挫折吗？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事，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挫折，初阳我没办法跟小可以共演，最大的挫折，没有想了，没有挫折，再也见不到渡边麻友这件事情，算挫折吗？我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见到他。挫折就是怎么度过这个挫折呢？再找到一个推就不就可以度过这个挫折。去日本可能有机会。这不是挫折的分类，这是什么分类？近期的睡眠品质还行吗？普普。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的床很难睡。我妈每次都说，你床真的很难睡耶。虽然我睡了很久，就是还是有一点觉得不太好睡，因为会沉进去，它会沉，它会陷进去。就是。那个记忆点就是很软，没有弹性，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弹簧床。基本上你这样坐着的时候，你的屁股会这样陷在里的那种感觉，太软，应该是太软吧？太软不是很好吗？就是不知道，就是那个感觉。睡太阳会腰酸背痛，所以基本上我都侧着睡，不然我就趴着睡。还是要有点硬，整个床跟软骨头是没有到软骨头，就是它是那种怎么说，你两个人睡在床上，你另外一个人动的话，其实基本上左边的那个人不太会感受得到，就是他很吸那个震，就是不会有那种弹簧床，就是一个人一翻身，旁边的人就会很像地震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很吸收，所以就是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床。就是起来也很累，就是起来很累，因为起弹簧床的话，你通常起来它就会弹上来，你就会比较好起床。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你爬起来很辛苦，就是很难起。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会一直赖在床上，因为它真的很难起床，它就会有人的影子。对。有机会来台中或高雄办活动或是见面会吗？有机会的话当然去。你要不要去寄信给公司说有没有机会？会很意外一些粉丝支持你这么久吗？什么问题？我其实基本上我都蛮意外大家支持 TTP 这么久。很厉害，都4年嘞。意外为何？因为呢，因为我们就是活动跟就是单曲的发行就是比较少，就是见到我们的机会就是
对吧？比别人也没有这么容易见面，就是没有那种近距离见面。对对对，对，大家意外的撑得下去，我觉得很厉害。因为那大概可能会有三四个月我们没有活动，你们那是看不到我们，只可以看得到直播，还买生写真，我都觉得大家很厉害。因为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可能到第三年，如果这个偶像一直没有出新的东西的话，我就会忘记他，我就会忘记他，我就会忘记他，然后就会淡掉。但是大家很厉害，大家撑了四年，大家撑了四年。我自己的话，个人是基本上第一二年的时候会特别的，就是有兴趣，会一直去看有什么杂志啊，生写真出周边这样子，然后有什么表演舞台 live， 但是我们通常没有什么表演可以看，对，除非你去现场，就基本上 YouTube 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们看。我其实蛮意外你们会支持我们这么久，基本上只有直播跟 IG 可以看，而且我 IG 还没有在更新，大家很优秀，他自己存活得很好。靠数字君自己生出我这个偶像，我真没哭肿，没有哭肿，真的没有哭肿。只要有看到就是我的照片，大家都会转发，但是我自己说不定没有转发。对，他很厉害。现在投小盒子会显示吗？小盒子，小盒子还是这个 QA， 我更新的话就会出现。嗯，库存三那个没有没有没有，问题箱可以，问题箱，等一下我看完我大概就会重刷新。下次握手会可不可以被头发甩？那你要祈祷那个疫情在下次握手会前会结束，这样你就不会有隔板。如果你没有隔板，当然就是甩得到啊。如果有隔板，你就是甩不到。回答好了。请问有个人的 YouTube 频道吗？没有个人的 YouTube 频道。本家实际期看够了吗？有哪个在意的成员？我的话就是竞选吧的那个什么爱里奖，沙斗爱里，跟一个什么 A 什么 Eriko 是吗？叫什么？惠梨子，他姓什么？桥本惠梨，现在关注的两个人是这两个。你都还没记得有哪些？我记人其实算快的。山内瑞葵 VS 小栗有乙，都齐。因为有 Zuki 的 LINE， 所以选 Zuki。 要先要有 LINE。LINE 是关键的。如果两个都有的话，就会开始犹豫，是不是？应该是不会了，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吧。没有赖就有机会倒戈，没有赖就有机会倒戈。赖的部分，诗雅毕业的感受，对他没有任何感受。
有友谊的 LINE， 你就可以去跟 Mina 睡觉。我怕 Mina 会玻璃心，她可能会躺在地上永远不起来。有成员来问问题吗？李彩杰跟王一佳问了一个差不多的问题。李彩杰问说喜欢直发还是卷发，然后王一佳问了卷发教学。是为什么他最近要学卷发吗？跟刘晓晴一起学，你要不要跟刘晓晴一起学？永远不起来。原来 Mina 是有一推，他是。我记得我以前收到什么，好像是小丽友谊的写真书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有一本粉丝寄给我，然后他就看到，他说怎么会有那个，然后就说哦你要看吗，我可以先放在公司，然后我过几天再回来拿，然后他就说真的吗，我可以看吗，反正他就是很开心。因为我常常会听到 Mina 说就是他都就是没有看我现实动态，我说你怎么这么容易走心？他说 Mina 请不要情绪勒索。我就要不推了这样子，请不要情绪勒索偶像好吗，潘之怡。直接走心，认知住。他说因为基本上那种活动啊，可能他们就会说，如果要提到 TV 的话，就可能会说，就是 Zuki 就会说什么啊，跟 TV 的那一集很好，这样就可能会说这种。然后好像有一次忘记是小丽友谊说了什么跟 TV 的什么拼盘跟那一集很好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没有被讲到，他很难过。他们都只会记得拼盘啊、累积啊、stitch 这样。他说没有人会记得 Mina。 走心潘之野，直接走心，我就觉得很好笑。妈妈，但是真的莫名其妙被提到会很开心啊，很开心，很开心。被遗忘的 Mina， 这就是同担巨佛是吗？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有不敢吧。也不敢，毕竟我有跟 Yui Yui 桑一起跳过 Kimi Dake ni Chu Chu Chu。 这是认知厨大战，真的是会羡慕。何等的优越感。在上海跳 UNI 曲，在挑战 Mina。 就是有人羡慕才会有人走心，是啊。那你回顾照片的时候记得 take Mina。上海是什么时候？大家提醒我，下一次那一天到的时候，他又要走心啊！他会说你都有 Zuki， 他会不会叫我不要跟他讲？的保养品吗？我跟你讲，我昨天很认真的保养，虽然也是没有很认真。
我的话吗？我基本上化妆水就是很便宜的那个哈多木基化粧水，化粧水。然后我基本上没有固定，我就是想擦什么就擦什么，想擦什么就擦什么。还有二十四可惜了，刚果。还有二十四是泰国吗？还是上海？我基本上就是乱用，看心情用。上海是820，很好过了。哈托姆鸡，我会把它放在罐子里。因为这个人很懒，不想用化妆棉，我就会这样洗完脸，然后卫生纸这样擦完之后，我就这样，然后这样等待。对，那今年的还会办吗？不知道哎，请问就是他们现在到哪里哪一阶段了？还有消息吗？该不会要明年了吧？泰国的时候好像冬天的时候，泰国的时候是不是一月还是一月吗？生活之后，反正等它吸收，我就是这样，然后可能干了就再喷一次，大概问两三次，是不是因为他怕我们觉得太热，所以选一月？但是是不是泰国一年四季都是同样的温度啊？没有所谓的比较凉。看地区一定是曼谷吧BNK 底，还是我们要去清迈？那时候确实也是蛮热，但是我觉得泰国的热是舒服的热，就是它不会黏黏湿湿的，它很像吹风机，很像那个烘手机，就是你一出去就会感受到那个像暖炉还是什么，就是它很干，它不湿。台湾的话就是一下去就这样，这样子，干热，是吧？因为冬天吧，哦，所以夏天就会湿了，是不是？那期待明年冬天的手板，夏天不一样，夏天也黏。感觉好像也不太舒服，就是很热。台北一年四季都很湿，真的哦。湿度应该差不多高。我回答的差不多了，居然我回答很快啊。还有一个小时要进入什么环节？好呢，进入居然没有中秋烤肉的问题吗？没有啊，大家很不会问问题，大家很不会问问题。还行吧，还行吧，嗯，还。
划推特了，我要来划推特了，保养品那个保养品，哦，最近也是没有在保养，我还没有找到我觉得很好用的，因为我都很随便，我还比较希望大家可以推荐给我，我们半夜还在找，就是那种排行榜。你有喜欢的面膜吗？我真的不太敷面膜，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很湿的面膜，但是就是干的就没有意义，所以我喜欢有点厚度的那种，就是它的面膜很厚，不是那种超薄要撕两层的那种，太薄了我会弄得满脸就是全都是那个什么精华，又很干的面膜。我最近用那个什么 CC 黄色的那个30，没有30片，那个蛮干，就是好像有敷到，对，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敷完整个脸很湿。男人包装，但我之前有用过一个，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保湿，就是你很觉得脸上很多那种精华流下来很舒服很水水的那种面膜的话，我觉得这个蛮好用。国民丽丝哈达，它里面的精华世界无敌多，敷到干很伤皮肤，我没有敷到干，它就是没有所谓的精华会这样流下来，跟所谓的挤得出来，它就是刚刚好。但可能很喜欢那种好像要很多那种美容液的那种人会觉得它很干，但是我就是觉得干干的，它真的没有到干干的，它就是跟其他面膜摸起来比起来是确实是。蛮干，就是它不会滴起来，就是你这样拿起来，它不会从这里这样一直滴起来。我不喜欢会一直滴的，所以基本上我拿出来，我都会这样先把它挤掉，然后再把它拿出来。不然的话，它弄上去之后，它就这样一直滑掉，因为太湿。敷完可以从脸上挤出精华液，从脸上挤出来是什么意思？包装很可爱，就它真的是会有那种很滑的，很滑。但如果是我的话，如果它就是拿下来的时候还很湿的话，就可能看它会不会吸收进去。它没有吸收进去，我就会把它洗掉，面膜要在脸上敷多久？看那个面膜，它基本上会写说可能10到15分钟、20分钟或是5分钟这种，它会写在上面。我最近在用什么？我最近用这个。美拉诺 CC， 没有维他命 C 的面膜。对，为什么选这个？单纯就是因为它上面说它有维他命 C， 而且日本好像很流行。只是它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流行，只是其他东西流行。我只是想说买看看，我去买了。就会有柠檬味，会有维他命 C 的味道，很提神，你知道？哇，
蜗牛捏一做的面膜，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过。我有用过一次，我觉得那个蛮好用，只是忘记它名字叫什么。面膜的时候不能讲话很有表情是真的吗？你可以有表情啊，只是它就是会皱掉，你就可能要再拉一下让它服帖，因为它会跑掉。化妆水，这也是会滑滑的化妆水，这个的话就没有滑滑的。就是好像有个水这样子，我平常用的化妆水是基本上喷上去好像有点水，但是它没有所谓的可能真的保湿，这个的话有保湿，这个就会有保湿的感觉。谢谢。谢谢什么礼物？啊，你的梦幻泡泡泡，把那个剪裁让它更服帖吗？我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去改变它的形状。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我现在很期待的一个日剧。谢谢小林的熊抱啾啾。君の花になる。十月开始放送，每周六，他是这么写，好像有点耳熟。为什么说我很期待的话呢？原因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因为呢，里面有宫野真守，他是这个整个动漫，他说他们是一个组合，他们是一个男子团体，对对对，然后他是宫野真守是他们的经纪人，然后呢，我本来以为就是哦，他又接到一个戏这样子。然后过一阵子之后，就又看到一个消息，因为我喜欢的 Produce 的 INI 有五个人会出演这个电视剧，然后五个人，他们是他们的就是公式对手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我有两个推都在，很棒吧？就是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利的一部电视剧，所以得看。就是两个都在，那怎么可以不看？两个都在，怎么可以不看？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有没有？他们这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看完对他们的演技感到什么？我跟你讲，没有这种问题。
虽然我有时候看宫野真守演的剧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很好笑，就是我没有办法认真的看他演技，就是因为他脸长得很好笑，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会有突然会跳到一些奇怪的画面。反正现在怎么可能？而且他们演的又不是什么奇怪的，他们演的就是偶像团体的人家的对手这样子，就是也是他们本来的职业，他们本来就是偶像团体，所以就觉得应该不会可怕到哪里去。粉丝已经多厚？你自己说，很厚吗？不会吧？直觉吗？我是钢弹，钢弹多久以前？看起来很坏，虽然你们现在看到很糊，很期待，我好期待十月的时候。他真的在金融厅的时候，我也以为是检察官界的偶像，怎样都会爱。时间会有时间看吗？反正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会准时收看的人，我不是一个准时收看的人，就是有我最后有看就好，就是就算我没时间看，我最后有看就好。超级糊，但是糊的感觉很快，大家可以去看。他们叫Chaney，好难念，Chaney，Chaney，什么意思？其实我不太懂。他们的名字也很奇怪。米纳托、尤吉、伊布基、修黑、那尤塔，为什么要写片这样？看剧不追剧，要等他完结。对，很帅，这个造型很帅，这个西装很帅。Chinese 不是 ，Chinese 没有 Chinese。Chaney，虽然我也觉得很像，我也觉得很像，外国人了吧？真的假的？外国人组合是不是？因为演的是外国人，我不知道啊。Chaney，可是另外一个他们叫什么？他们叫怎么念？另外一个组合叫什么？可以给我片假名吗？他写巴伦，是要念巴伦还是？啊，看到了看到了 ，Bloom，Bloom，Bloom。这个哆啦 A 的主角群叫 Bloom。太可惜了，宫野真守不是他们的经纪人，不然他们就是这样放在一起，很棒吧？气球，对。那你要选哪？当然是。选对方的经纪人跟敌对的对手啊，我就混着喜欢。如果是对手就更好，太不搭了吧？谢柯基宇的告白气球，不搭，但是你就是喜欢的。这两个本来就是分开的喜欢，好吗？谁知道他们会凑在一起？
们穿全剧的感觉，两边都有镜头可以晕。你说他走两边的线的时候，他走 主角线的时候就会看到经纪人，走敌对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敌对的人，很棒啊。这首歌好熟，他会唱哦，他哭都很熟吧。劇場版歌のプリンス様マジラブスタリッシュツアーインマ生ジャートンタオン劇場版歌のプリンス様マジラブスタリッシュツアーズツアーズ你忘记是什么歌？我还要找是不是？乃木坂46的シャキイズム，シャキイズム。漫威电影，他不会叫我看漫威影集，就虽然他可能会在旁边翻看。难怪没听过。我不听四六的歌吗？我听，但是我歌名记不全。基本上我歌名你放出来，我可能会说哦，我听过，哦，没听过，我听过，但是我不会知道歌名，我记不起来他们的歌。秋年看要推新团，四月要有公司对手。谢谢阿恩的啾啾你哦。我比较好奇的是 ，AKB 的公司对手是奶团的，那奶团的公司对手不是 AKB 的意思吗 ？AKB 的对手是奶团，那奶团的对手不是 AKB 吗？AKB 的对手是他们，但他们的对手不是他们。嗯，不是，当初就不是吗？当初就只是 AKB 的对手是乃木坂，那乃木坂从来就不是 AKB 的对手。嗯，没有，我是说当初是吗？我当你是对手，你当我是什么？朋友这样，是吗？以前是吗？当初是吗？此次噱头，有 bug 的对手，有 bug 的对手，想要超越的前辈随时。那乃木坂一直也有对手，欸，一直要找对手，欸。都只是个噱头。现在 AKB 就是你们要打你们去，不要找我们的感觉。你们现在要打自己去打，不要找我们。
都是后出来的在蹭别人，没关系，大家都是在蹭邱远康，大家都蹭邱远康流量。AKB 也是蹭邱远康，乃木坂也是蹭邱远康，乃木坂的新公司对手也是蹭邱远康，有谁不是蹭邱远康？是反过来，怎么会是反过来？那都不要说是邱永康搞的，就没有人知道这是谁，这一团是谁。还是要靠他。谢谢。71102送的戳戳你，不搬出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团体，也要搬出来。一阵抢场，看会不会被 ban 掉的，然后我就立马被关播。乐天的特点，安心安全。帮宣传吗？没有啊，我在请你们送给我一本。没有啊，我没有在宣传，就是问你们要不要买一本送我。一本够吗？够，需要这么多本干什么？能送吗？为什么不行？怕我收到10本，收到很多，一本就好，谢谢。会买的都会买很多本吗？真的吗？大家买很多本是干嘛？可以抽东西。讨论怎么分？然后又怕大家都没人送，我要开始乱许愿，看最后会中几个。多的可以转送 Mina 也有喜欢春山彩希吗？
的特点才多买。Mina 只要是妹子都行吧，造成自己的困扰。Mina 拿去卖掉变现。现在都出什么周边？我想要这个 T 恤上次那个大头狗，大头狗会不会太难听？大头狗，三级，还有赛事，学院环节啊，我最近没事做。分赛事啊！大头狗是大狗，对对对。做的事情都不，什么做的事情？你说我最近做的事情，我昨天两天我都在家里耍废，好吗？除了玩手游，我还做什么？大概就练一下四周年你要干嘛而已啊。他没有写赛事啊，他说是 free size L size 很大件的感觉。是不是大耳狗加布丁狗就是大头头从哪里来的？狗的摄影方式，你说广角，然后头会很广的那种。AKB 的现在都没赛，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这是什么看起来很神奇的包包？有点好笑。啊！我没有要按这个，精确的吐槽，我刚刚有讲什么吗？我刚刚没有讲。这什么装水的袋子？这外面一条一条的，到底要哪里放水？这是什么包包？头呢？头呢？大耳狗加布丁狗怎么会等于大头狗？请问头是从哪里？包包，这个设计是什么？这个设计是要拿来干嘛的？有 otaku 可以解释一下那个构造是要拿来做什么？它这个看起来很奇怪，可以贴徽章。这是编织包吗？这怎么看都不像啊！而且这包也太大了吧，你看看，包会不会太大一点？モジュール、モジュール、スキー。
登山有 otaku 会买这个去登山吗？你说是他们太小只，也是有可能。妈妈妈，这个就有点太好。穿圣诞 T 爬山轮了。要不是他们去爬山，你们会去爬山吗？你们怎么可能会去这么健康的行程？大村城游戏。背带别墅实在是但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在出周边啊，我们也没什么在出周边啊，我去爬你就去。方便让你插手灯跟街道的海报用。周边可以复刻吗？你有没买到的周边吗？我的格子吊饰。蓝鸽子，原来武丹有出过吊饰呀！想要背这么大？哦，不想啊，不想，完全不想。我最近能包包多小就多小，真假？蓝鸽子啊啊！我想到了，想到了，蓝鸽子 ，Only Today， 是不是？啊！有欸，那很久以前。对啊，就是亚克力感觉可以多出吧，反正你们感觉就会买。看 AKB 版跟 Team 8版，对，只有颜色跟字不一样。出了就买，谢谢丁马救救你哦！而且亚克力吊饰不是应该成本不高吗？三鞋高了，真的、哦，要看品质。哦，我以为亚克力应该都蛮便宜的。个别开模应该比较高，但也高不到哪去。就是吊着就很容易坏掉。一
得不要讲开开。这怪我咯，我就想要讲开开不行。我就要这样站，我就要这样站，这样站你们多买一点。这样站然后说，大家多买一点备量啊，因为随时它都会断掉。怕了断掉再买一只，计划通。大家都脚都开开，大家脚没有人，只是想说，大家都不准把腿并起来。他都不准把腿并起来，手最好是都这样张开。你会看到有人拍断掉的照片。我说，请问那个是谁的手还是谁的腿啊？那个不是我的、啊，看不出来你在踩谁的点。商业头脑就会打一些奇怪的打算。大圣头，最后都只拿脚。怎么会断呢？应该都是大家那个吧，太用力，一定是大家没有认真的对待它。擦拭木板。随便放进食物里，食物也太硬，被酸腐蚀，对，都是食物侵蚀它的。超钢化膜，这么认真。把周围乱擦食物。保养油上去，有需要吗？它吸收不进去啊，都没带出门，买了就是要带出门啊，大家。吊饰挂麻辣锅差点融掉，融掉就是你活该啦。谁会想把亚克力放在麻辣锅旁边？
出些酷东西买。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花钱？夏布夏布多卡，夏布夏布大好きです。鍋大好き。夏でも鍋が食べたいです。这个新疆造型感觉可以出点酷东西，酷东西。四周年呢？就没有花钱总结了。我有看到北极星厉害的，一天花多少钱，很厉害。夏でも鍋は、エアコンあるところだとどこでも食べれる。看爆炸，应该是月初就分到20000多，很厉害，很厉害。我一天花300块，我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花的有点多？交卡费就10000。根本楷模，富商很厉害。谢谢人家门票各种还有车票，真的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我现在有太多就是想买的东西，但是它都有点贵，我买不下去。只花100，不要算4周年，4周年请算进去。还没拿到钱。我指的是什么？我的衣柜跟床垫跟电脑，你不觉得它都是高价的东西吗？有时候就会想说，要不要买一下吹风机、电风扇，也很想买，就是家电的。家电类，电脑不是都找爸爸？我觉得爸爸很难遇到啊。电脑等黄姐，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你的衣柜有要换吗？还能穿吗？对啊，还能穿啊。每天用的还是先买起来吧。带什么？然后再想洗发精要不要买？润发乳还没。配备猪排，带什么买起来？床垫已经排在衣柜前，很难，而且很麻烦。可惜这些都不能送。我讲了，你们会送吗？我想要玻璃的杯子，不要马克杯，只能送小垃圾。你们只能送小垃圾。好，垃圾有什么？你又不会喝水，因为有时候想买牛奶那种优格、优酪乳，我就会想要用透明的杯子装。你不觉得用透明的杯子装起来看起来比较好喝吗？不要送我杯子，因为不合适。
谢谢旅馆的啾啾你哦，款式嘞，好像只有在成品看到，看起来比较高级，看起来比较高级，真的。谢谢旅馆的戳戳你，特殊形状，不要不要不要。其实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这种杯子，我想要直的。我要怎么找才会找到？好可爱哦！突然开始乱看，找成品。是我上次看的不是圆形的，为什么它都是圆形？我想要没有手把的。中看不中用，买一个给你们看。就是它都是圆圆的，为什么？真杯子要付出贵，不是啊，因为这种很占空间的，虽然它看起来很可爱，我就喜欢透明的杯子。就是它都圆圆的，我明明就有看到是纸的。耳朵，我不要耳朵，我不要有手把，不喜欢有手把。因为很难放，常常打破就要买新。我是没有这么常打破杯子啊，我没有在打破杯子。好吧，我找不到。这种是吗？是不是？这种值得。很可爱，虽然它都这样子啊，但是好像也蛮可爱，真的蛮可爱。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放。什么啊？这种值得杯子。因为我其实不在乎容量，因为我本来就喝不多。那种不小心敲到杯子就会破了，真的、哦。还是有那种假玻璃，它就是有点微偏塑胶，比较不会碎。不喝热饮，确实我不喝热饮，塑胶我不知道，塑胶比较不会坏，不是吗？有强化玻璃，还是这种圆的会比较好吗？我真的不知道差在哪里。下面要完全干净还是可以用的。如果你怕图案很丑的话，透明的也可以。然后我就会收到十几个杯子这样子，每天换一个杯子。那杯垫要不要顺便送一下？很可爱啊！这是杯子，收到不止一个，破了就换。哎呀，破了很麻烦哎，破了要就是拿去，破了要回收哎。杯垫有绿草地的杯垫，我不想要绿色的。可以给我白色的吗？然后都是难摔破的杯子，我感觉在家的为什么摔不破？我怕哪天我大姨会上来关心，说为什么最近一直听到楼上有那个玻璃碎了的声音。
不能交给公司出去，还要带回去公司啊，太麻烦了。吸水会变色的，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生气就摔一个蟹粉，你最近压力很大，好辛苦，当偶像好辛苦，在家想办法把杯子摔破，好辛苦。要砸的时候去公司砸。心碎满地，很可爱。他说的是夜市风玻璃杯，真的很可爱。谁惹你生气就摔了它。夜市风应该就是那种夜市这种小小的杯子。上次送的那个杯子手上被我摔了，胡萝卜是便当，那是玻璃碎片。他想说回收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玻璃碎？他在我旁边放了台湾啤酒，这个只能装啤酒吗？印台湾啤酒没关系，我没有想要印台，我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去夜市偷的。你是不是去夜市偷人家的啤酒杯？对呀，很可爱。喝水杯，对，这个比较长，这看起来很薄哎，它看起来很薄哎。他现在讲我真的很怕我到时候会弄破它，因为我现在的杯子基本上都是马克杯，就那种很厚的玻璃杯。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杯子就是很厚，然后它会晃，它会这样，就是你这样放，然后它会这样旋转，就是它没有办法立在桌子上，它会这样歪掉，歪歪的杯子。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杯子是从哪里来的。威士忌那种宽口杯，你说给我妈吗？然后选，这是杯子到底是什么来着？它是我唯一现在唯一的透明的杯子。我严重的怀疑它应该是拿来喝酒的杯子。你们是不是看不到？我要拿个东西给你们。我现在好像在做什么极限挑战。红酒杯哦，我都拿这个来喝优格，优酪。有没有很不搭？有没有很不搭？这不会倒，不会倒。又没有人说只能拿来喝酒，因为我就是那种
牛奶跟优酪乳那种，我就会想要放在透明的杯子里面喝。你不觉得看到白色心情就会很好，就是看起来好像很清爽。拿来玩，绿茶什么我就不会想放在里面，奶茶的话可能会想放，奶茶会想要放在里面，就是单纯想要放进去，单纯想要放进去，看到有人，杏仁茶也可以放进去。白色挂在杯壁有点不爽。你用它是优格杯，对。可以去拿，我最近买了一个。优格饮，豆浆红茶，豆浆红茶也可以。看得到，会不会很浓？希腊优格饮，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看。蜂蜜口味。我说你怎么那么短，简单。醒醒哦。在喝优格的感觉，跟优酪乳还是有差。喝出白胡子，一定要喝出白胡子才会过关，是不是？搅拌过的优格，这个是可以喝的优格，它不会卡住。这会很甜吗？这其实蛮甜的，因为它有加蜂蜜。不会放出来，不会啊。跌倒了会很难清理。有那种挖吃的优格，还可以去买看看。应该有小，我不知道有没有小瓶，因为我是去超市然后看到的，所以它只有这么大瓶的，比较好形状。用那种杯子喝优格才省钱，因为我现在唯一的玻璃杯子有这个，虽然是蛮奇怪，但我就会拿它来喝。西亚是优格，对，我觉得它的优格蛮好吃的。如果你不喜欢无糖的，它有糖。
看 Netflix 吗？为什么想跳那边？我喜欢不行吗？我不是，但我喜欢。而且健身推荐大家，健身推荐，每瓶有48G 的蛋白质。没有，那出车的人吃。应该说我是先看过他有吃的，我才看到这个有可以喝的。这个会酸吗？微酸，就是不习惯优格里面有蜂蜜的人会觉得它有点酸酸。但健身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推荐我觉得蛮好喝的，而且如果你怕你一直吃东西的话会胖的话，你就可以买这个来喝，因为我真的觉得吃优格会饱，吃优格会饱，所以喝这个比较不会罪恶，真的很饱。就是优酪乳可能又会觉得没有这么饱，但是优格很重，就会觉得好像有吃东西。可能优格糖放的，这个糖其实蛮多的，因为它四份的话是30×4，有120克的糖，逆满管。如果大家可以喝无糖，当然是无糖比较健康，但有的人就不喜欢无糖的优格。其实我是可以喝无糖的，我可以吃无糖的优格，但我没有看到无糖的口味，我只有看到蜂蜜，所以我已经买了蜂蜜。无糖优格是真的很酸，对，会酸，蛮酸的，但有时候会失去味觉，你知道吗？会突然对那个酸没有这么敏感，就是想说。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然后反而会觉得甜甜的，可能嘴巴坏掉。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大家饭水偶像，我们一起喝蛋白质，添加麦片减少酸，加水果或可乐。我是不喜欢加水果派的人。我就只接受优格，最好是只有优格就好。就麦片，我觉得它加牛奶是极限，加牛奶是极限。加水果不好吗？好啊，我说有的人喜欢他就会加，我不喜欢水果加配着优格吃的感觉，我就觉得水果就是直接吃就好，为什么要加优格？麦片拒绝好像鸟饲料，麦片还好吧，很像鸟饲料吗？燕麦比较像鸟饲料。单吃优格派，我是单吃优格派。我去 CT 不会点水果优格沙拉，得吃的时候我还是会吃，得吃的时候我还会吃，还是会吃啊。因为比如说异想天开去那个露营，不是早餐弄的那个什么水果优格，是单纯因为我怕只有优格大家会觉得。的那种感觉，所以才加了水果。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只想要挖优格来吃，因为我就觉得优格吃一吃还要咬，我就觉得很辛苦，需要挖到东西还要咬，会很辛苦。官方最新 PO 的那是谁？你看得出来？你们会有看不出来是谁的问题吗？你们这么专业，
哪里？我还没刷到，他没有跳出来啊。瑞婷吧，杨雄说的，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哦，这个吗？瑞婷啊。化成灰都认，认字。哎，你说手上的字吗？好恶哦，国书。太难了吧？这黑认的地方到底呢？国书说认字，认字，这手上有一颗痣。身高看得出身高吗？看不出来吧，身高。就一句话，哎呀，也是国术我才敢这样讲话，好不好？耳朵，他耳朵这里明明就有肉出来。被说巨胖也不会走心的粉丝，他的心跟他的身体一样巨，心胸宽大。会不会今天过完还不会出现？很有可能的、啊。只有半身看不出身高。对啊，半身你知道怎么看出身高？都爱吧，没差。他不需要安慰。也看清楚才不会看清，什么意思？下班了，还以为我忘记时间。我刚才喝，你的优格，我现在很饱，我现在很饱，我觉得我已经吃不下晚餐。那要出门，对，你有没有看出来我一身看起来就是要出门？谢谢安安的告白气球，有这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啊。小盒子我有回，超随便的那种。晚上会下大雨，真的假的？超不想下大雨的。今天的第十名是安安，谢谢安安。等一下应该不用吃晚餐，可能晚上就会喝，晚上就会饿，然后就晚上再喝一杯这样。第九名是科技鱼，谢谢科技鱼。第八名是旅馆，谢谢旅馆。大不了搭车回家。不是和牛涮吗？什么和牛涮？你说等一下吃和牛涮会不会太饱？第七名1987，第七名是金毛。谢谢，优格会变成晚餐，健康的优格生活。第六名是 VENCENT71102， 谢谢。怎么念 ？VENCENT71102， 这样，谢谢。第五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文森特，好难念，他很会把英文变成中文。第五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四名是北元，谢谢北元。第
你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二名是十一，谢谢十一。第一名是小林，谢谢小林。好像真的会喷雨，真的假的？看一下气象，部分区域雷雨。他不是台风走了吗？现在有在下吗？他现在在打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目前没看到在下，拜托不要下。谢谢大家，虽然我昨天两天都没有出门。好的，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